2月11号，北京冬奥会男子短道速滑500米开赛，中国香港选手朱定文迎来冬奥会首秀。在当天预赛中，他与短道速滑名将武大靖同组，最终名列小组第三，无缘晋级。就是感觉很遗憾嘛，就是，起跑的时候没够胆儿去跟人家抢。最近起跑练的太猛了，之前我就是起跑都是，跑完了在人家的尾，那这次我跑完了在人家的边上，就有点尴尬，就没有试过这个情况。北京冬奥会的备战周期里，朱定文长期在内地训练，因此练就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走红网络。朱定文希望借助这次冬奥会的机会，能够让更多人认识香港短道速滑队。从一个没有冰雪的城市来的运动员，一个没有标准短道速滑训练场地，其实我们整个团队还有很多，就是我们都是从10岁一样，要好像离家出走一样，去比较陌生的地方去训练。那其实不只是我，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好，每一个人的付出的特别多。那希望就是这次冬奥之后，还有很多内地的观众们、香港的观众们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团队，因为我们团队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运动员。虽然结束了本届冬奥会的比赛，但朱定文说他在北京收获很多。冰雪运动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魅力吧。那能够把奥林匹克精神和冬奥的遗产带回香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香港确实是一个非常短道速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我们凑上人也凑不上20个人，就是但是我们能够参与这次北京冬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胜利。本届冬奥会，中国香港派出了金和晓、翁厚全和朱定文3名运动员参赛，是历届冬奥会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